定不记嘞。俺会多旁伊，他会阿我旁养西。落土时，我感觉你直接出山就好啊！你都没跟。你若讲郭婷云就算了，哎呀，他不用教，他票房、歌声什么都一流。没，你们两个来的话那样。啊，不是，他们就是特别需要教，所以一定要留下来。对啊，对。我想，龚淑清姐是灵魂歌手，我两个嘛是灵魂歌手。对啊，我听了，我听着大家很会飞出去的歌手。不见了哈，我听的是灵魂会升天。是，淑清姐，你绝对会满意，我们两个真的很厉害。好，我相信我们两个都不需要对 key。不需要对 key， 我不需要对 key， 你什么 key 我们就跟你什么 key。Any key， 真的吗？可高可低就对了。这首歌好像比较有难度哎。没关系，他们二位信心十足。灰哪里 key？ 哇，超难唱的，高难度。你两个哈，特别哈。好来，灰哪里 key？ 考验者。灰哪里 key？虽然去过几间无同事，叫那路途虽远去，古话已经无同味。分离不再。瘦肉，我若无唱比较好，我白姓杨。喊当，麻烦姐。喊当也会变春天。谢谢老师。北拜，因为都差很多嘛。跟老师有讲，因为唱歌的美术要演歌，用演戏的方式来唱歌，所以我刚唱得很投入，唱起来红片，我都就感慨哎，全真红片，好红片。你唱到落土时，我感觉你直接出山就好啊。你都没跟你再见了。那亮锦现在有想要唱个抒情歌的感觉了吗？有一点 feel 了，我觉得其实以我的气质跟我的声誉也蛮适合。你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气质。有啦有啦有。你敢无听见花声那落土破碎，是啥人的心肝？你敢有听见花香那落土破碎，是啥人的心肝？一面花开的旁边。你敢有听见花香那路途破碎，是啥人的心肝？你敢有听见花香那路途破碎，是啥人的心肝？
想，哎呀，听到已经傻住了。我就这样，我觉得我抓到老师的诀窍了。很有感情呢，其实老师唱抓着练西兰骨头啦，要求我。哎呀，那让我起码鼓励，爱有自信。而且我刚刚想说，你一直怎么都不唱，这样是对的。老师只留最后那四句给你是对的。老师表现得很好，很 solo 是不是很棒？那是敲破个小喉啊，起来叫声。哦，咱当个人太有爱心了。我准备来啦，安尼我嘛爱唱一下。你唔唱啦？你忘你的良心，我唱歌无比你亮声好听吗？我出过两张唱片。但但是我觉得秀慧姐她唱歌其实算蛮不错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缺乏了一点点什么爆发力啊。对啊，要怎么爆发？好像可以稍微就是教你一下。吹了你，因为像我自己哈，如果因为我们唱歌是要用丹田，对不对？丹田你知道在哪里吗？我的丹田在哪里？比给我那个肚脐以下三根手指头，肚脐以下横的哦，直的是旁。没欧贝卡，对，每一人丹田不赶快，是不是丹田底下？我来先登地板。无啊，这就是人讲的腹式呼吸法。预备哦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喂，干哥，兄弟姐，好，有没有？你有感受到肚子有酸酸的感觉吗？哦，腿会没力。有没有？腿会酸，然后你的肚子也会酸。全来，可你讲要去变瘦。有感觉了吗？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轻松给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爱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那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怨气。换你哦，哦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怨气。冷冷讲伤多，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这呢伤心该想的，其实我拢想过。关于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，我有爱过。谢谢。不得不说，秀慧姐这首唱的真好哎。真的不错，你的感觉就是你去放下一边，啊，这才往放下一边，放下一边。